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今天给大家开箱一盒肥嘟嘟的大虫子，来看，虫子就藏在里面。哇，又白又嫩，看上去是不是非常诱人？这些家伙会吐丝结茧，然后躲在茧里。我们弄一条出来把玩把玩。终于下来了，有点凉凉的，痒痒的，感觉还不错。一边爬一边还在吐丝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它吐的丝。这家伙叫大蜡米，也叫玉米虫，是一种蛾子，这是它的幼虫，喜欢在蜂巢内取食蜂蜡，破坏蜂巢结构，是蜜蜂的天敌。我们把虫子全部弄出来，等一下还要做个有趣的实验。现在找到技巧了，只要用镊子捅一下屁股，它就自动钻出来了。很快，全部虫子都出来了，全部倒入手中。哇，冰冰的，软软的，好爽！怎么样，你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？现在研究发现，大蜡米不光吃蜂蜡，还能吃塑料，那是不是可以用它来降解塑料呢？我们也来试试。这是从塑料袋上剪下来的两块塑料纸，我们把塑料纸放进去。大家猜猜看，大蜡米最终能不能降解塑料呢？我们下期视频揭晓答案。